什么拉拉票钱？加油加油加油！加油加油！哎呦！加油！哎，不是拉拉要跳高一点，真的。拉拉你要跳高一点，要不然像我们很难跳高一点。拉拉拉拉拉拉，你真的会接到八点档的戏剧邀约，真的。四位群魔乱舞，预备，来哦！哎 ，jump jump， 耶耶，哦耶！我拉拉的好好看哦。啊停！哎呦哎呦哇！哎呦，演成这样子，哎呦，哎呦，好像还一个踉跄呢，哎，有在拼哦，有在拼，有在拼，因为他们现在输你们一分嘛，对不对？对，来，我跟你讲哈。单独跳，单独跳，好不好？还是请那个拉拉跳四次。其他人都不用跳，全部都拉拉跳，可以吗？输赢你就无所谓了，至少画面要输。好，来来来，聪聪先来，好，来预备，开始。好，草莓姐姐，请接着跳。卡贝，好像演错了，草莓姐姐。绿茶，哎，可以。这个有点像，哎呦，哎，很像哦，拉拉。拉拉跳高一点，加油！为什么拉拉跳起来？加油加油加油！加油加油！哎呦，加油！OK OK， 好好好好，来，有什么？有他跳不够高。拉拉，再一次要求拉拉跳高一点，要不然唱好了，好不好？我帮你们最后指定一个，好，好不好？阿米老师，刷电我高音，是啊 ，One Two Three Go。没气了，站在上面怎么会累呢？又不是在追上。跳，你跳，跳得很累。追上是会痛。我觉得是绿茶。我觉得绿茶跟拉拉都有可能。对他们两个，真的吗？那其他人都没有怀疑。他们两个，你们都不怀疑啊？没有，他们两个都没有。太烂了，太轻松了。OK， 轻松。来，请猜。我投拉拉一票。我投绿茶一票。我也觉得是拉拉。那拉拉好了，我有想过了，因为虫哥跟那个草莓姐距离太近，刚那个太大，我看过，他们不好站。选三个拉拉，一个绿茶，确定吗？好，三拉一绿，买定你手。好，买拉拉，参观博物馆，来来来来来来，再跳吗？哦，因为好像真的是拉拉离大家最远，真的是拉拉，恭喜红队2-0。高一点就不要乱跳就好。你们看一下，你们两个距离好宽哦。对啊，因为我刚刚是这样站的，我刚是一只脚站在他的垫子上，太挤了。我刚一只脚站在他的那个弹簧床上，所以有没有看到聪明的人都会去看端儿？端倪，端倪，端倪，你是聪明的都会去看端倪。下指令啊，单脚跳。对，单脚跳哦。我出这个单脚跳够狠。单脚跳。单单脚跳啊，要这样，预备，开始。跳，跳，回送，跳起来，好痛，超痛的。啊，停，来拉拉拉拉单脚跳。哎，不是拉拉要跳高一点，要不然跳高一点，要不然像我们很难跳高一点。拉拉，你真的会接到八点档的戏剧邀约，不管他有没有穿，他的表情是足够的，完全都到位。他三观都蛮像表情，没有人会注意他表情，然后才说他接到戏剧的邀约，你吗？不可能，真的吗？不可能，那我要求你三观。来，草莓姐姐，预备，单脚跳，开始。
来，崇哥单脚跳开始。哎，你两脚在跳对不对？没有没有，单脚单脚。哎，有啊有，他有跳起来，他有跳起来。停，好。如果还有什么特殊？如果刚刚单脚跳手不扶桌子呢？哦。哦。对不对？没有没有，崇哥，我跟你说，因为我们跳完了，随便我们出题。OK， 好，好 ，OK， 单脚跳，手离开桌子，放双手，要这个角度，手举起来，来，举起来，手举起来，手扛着风中帅，好，预备，绿茶开始，手举起来，跳，哎，不能只跳一下，三下，三下，好，高一点，高一点，我靠，要不跌倒。比身桥还要痛。你是神剑，没有那么痛啊！拉拉，我们是叫你演跳，你到底在演什么？不太对吧？OK， 草莓姐姐一边单脚跳，放双手，手要放，手要放啊！哎，太痛了。OK， 来，重哥单脚跳，放双手。可以猜了，我觉得他在爽。我跟你讲，我在爽。答对的话得两分，答错的话才扣一分，你们自己选择。太夸张了，我觉得他们会穿多哎。还是四个都有？我觉得绿茶一定有，绿茶有。太夸张。拉拉，我觉得对啊，绿茶。拉拉刚因为绿茶在玩很大的时候不怕痛，直接用追的，所以我看过他穿那个鞋。哦 ，OK， 所以绿茶。你们选定他有串，我觉得他有。再来，还有吗？拉拉有吗？可拉拉哭了耶，哭了，戏精哎，我还在发抖，哇，他在发抖，天哪，真的，对，还有发抖哎，我知道他以后适合演什么戏了，什么？演什么？小绿茶一跳，再来。哥哥，你觉得草莓有吗？哥哥，你觉得？草莓，草莓脚没啦。草莓不怕痛才对啊，脚不怕痛。有啊。哦，草莓应该没有。那我觉得拉拉有。确定了吗？拉拉有吧？你们觉得嘞？他快哭，他哭成这样。可以猜啊，反正他的戏路就是这样。没有，才扣一分而已。对啊，我们现在已经后面两个。就靠雕啊。没，我们猜就好，不要猜那么多。可以，可以啊。那就想猜绿茶，要猜几个？就不会猜错了。我说拉拉嘞。好聪明哦。好不好？就不会被扣。猜错才扣一分吗？对啊。绿茶。绿茶大。OK， 来参观博物馆。来来来来。来，到时候。哦，绿茶，哦，绿茶那个太痛了啦。痛爆了。没啦，哎，绿。他那个痛到跌倒哎！